宣读台湾民政府的主张及立场。一、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依据国际法理，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二、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三、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不使用暴力或武力，促使各种方法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的占领。四、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对中国殖民政权流亡中华民国政府推动的事务不合作也不配合。全体请坐下。这节课由温成日讲师为我们讲课，请大家鼓掌欢迎。各位同心学员，大家阿曼，大家好。来，请坐哦，头前遮，遮坐，遮个位，头前遮坐我紧啊。哦，来，咱为南部起来同心请下手，南部。哦，谢谢。啊，伫咱北部的下手。OK， 有穿少哦。哦，即阵我天气有较冷啊，身体爱保重哦，真侪拢酷酷少哦。诶、欸，我见咱今仔日吼，咱今仔上的是高级班的课程。江叔直接来问一下，你有上过初级班的课程，请举手。谢谢，头一摆来上课举手。好、哦、，OK。今仔咱要讲的吼，有较深。啊，所以你初级班了无上到，你听起来会较无法度迄啰理解。啊，无要紧吼，你会记咱手中的资料，这讲义基本上是讲新台论、台湾论的其中一部分尔。啊，恁今日有摕到红色的对无？来啊，看卖下咧。红色的本吼，迄是咱台湾民政府参众议院通过的一些法案，真济吼。包括台湾基本法、哦啊、其他的一些法令，这些法令基本上根本为对来为台湾本地国宪法、哦、台湾敢需要制定宪法？上过初级班，我来问一下，台湾后摆国家国际地位正常化要不要制定宪法？要还是不要？要的请举手，不用的请举手。不知道的请举手。我再问一次，你用摇的也不要紧，千万不能拢点点不出嘴。咱现在不是中国国民党说、啊、你现在拿手等下把你拿去后面消失去。来，我再问一下，后摆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台湾需要制定宪法的请拿手？不免的拿手，不知道拿手。好，谢谢各位。初级班你上过就知道，日本天皇在1945年的4月7日有颁布那行宪的诏书，这也就是台湾自殖民地经过万国公法的 SOP 进展变作大日本帝国，也就是日本天皇神圣未当分割的领土。上大的根本就是经过为清帝国皇帝的手中取得到台湾平湖的所有权，那是谁拿到的？明治天皇，明治天皇陛下他拿到，在马关条约的时候他拿到的这个所有权证了，然后呢经由万国公法的流程，因为咱天皇原来真有智慧哦，他经过万国公法，因为明治维新
吼，明治维新咱知影是一个全世界上有名的一个足大诶一个活动，伫对伫日本，也是透过一个版本龙马推动诶。哦，你也有看过《花然》这部片的时阵，你伫内底会当看有真济，包括松下春树哦，迄个吉田隐次郎哦，伊开课就讲，伊是学冰学的，冰雪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哦。伊发现就讲，日本古登以来就是幕府时代哦，这农业社会一直了，大概幕府啊，念你。丰臣秀吉、织田信长，甲最后变德川家康，大概幕府之间拍来拍去，煞唔知影讲，即较久长以来，即、这个时间全世界发生了足重大的变化，像一台乌色的铁壳船，为日本的外海出现，大家看哦，足惊人诶，黑船，因讲乌船真大台，比一般诶。因查定的船搁较大台，因落去警觉到啊，袂用个啊，真正袂用搁放轻松啊。为虾米？对日本国以外世界，咱拢无了解。为虾米？拢封锁伫个锁国时代。哦，德川幕府的锁国时代，等于讲全日本，煞毋知讲外口的世界进展较大。第一个时间点，台湾是虾米世界？啊，搁去拍蜡，啊，搁去找啥？找鹿啊皮，哦，要换钱，啊，搁啥？一挂较原始的贸易活动，哦，他唔知讲国外，尤其是西方，即欧洲的部分，足大的一挂什么蒸汽机啊，吼、哦。明仔载美国时间，迄、那个潘讲师会甲恁讲啊足清楚，万国公啊，包括一切即所有的。我头下讲的一寡，伊会介做详细介绍。哦，江苏即节课一届，大家讲即初级班一寡重点，头前即部分甲你复习，甚至甲你讲，在日本帝国一开始的背景，甚至为啥讲日本帝国，因为甲咱台湾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为虾米？咱即下新台湾论，来我问一下，你有摕到新台湾论上下册的牙手？你有请回去的牙手？阿伯的牙手，新台湾论，来我讲，恁可能阁唔知吼，来，有上下册，阿伯请长的牙手，好，谢谢。这新台湾论吼，基本上是秘书长李孔孔数年开始研究，稍等吼，啉者。秘书长2004年开始研究国际法律，累积落来，吼、哦，上重要即个法律的内容拢浓缩伫《新台湾论》上下册这两本书内底。所以各位同仁，你也要了解法律，要知影讲台湾国际地位上真实的迄面是啥物状况，你必须爱呐，甲《新台湾论》两本书甲读个熟。哦，你才有法度了解，为什么台湾目前乃行袂出去？即马即个所谓的蔡英文政府，敢是咱的政府？唔是，哦，你讲伊出去，敢行出去？袂当出去啊！咱所知啊，一开始李登辉先生，到后来阿扁啊，陈水扁先生，再来马英九先生，再来啥蔡英文小姐，因走。所谓的领导人，因讲总统，其实世界，予伊名称叫啥 ？leader， 是一个组织。这个、组织为对来，伊一开始是麦克阿瑟透过一号命令，予蒋介石予伊个军队来遮啥，帮美国办理代理占领的代志。啊，参像公司派一个业务员去一个服务处。帮乡亲办理一挂契约的问题，上大的授权者是啥？公司嘛。啊，蒋介石想授权予伊的，
当然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二十三条 A 款就是啥？美国，美国授权，所以蒋介石会当为中国迄个所在派单于来台湾。所以产生到后来，咱所知影，成为前阵啊，电视媒体一挂话题，拢写着对一个口号咧写“二八”。这二八安怎来？就是牵涉到军事占领、甲战争法上重要的一挂美角。啊，咱伫台湾这片土地内底，由于咱顶一文呢，吼，拢甲咱讲讲，囡仔人啊，爱掂掂，有耳无嘴，唔通讲，啊，只乌白讲安怎，念你就无去啊，消息向啊，念你就向掠去，像掠的中国国民党，哦，伊只白色恐怖，包括啥清乡，哦，绥靖政策，你只要对因诶市民，包括占领一挂。强制性诶，你要产生抵抗，念你就该消灭。大家想看卖哦，你今仔日有法多点点坐伫遮，自2011年1月份开课到今仔日，为啥台湾民政府大家来遮上课拢无代志？为虾米？中华民国为虾米无法多甲咱办？重点伫底，因为台湾民政府后壁靠山是啥？美国军事政府，也就是美国的国防部。一开始的开头，江苏第一届天皇主权发起之上，为啥方面是用秘书长？伫2012年4月11日，伫成功大学的演讲做封面。秘书长伫迄天伫成功大学做演讲，伊甲当时列座的学生甲因讲：中国无法度甲台湾人打压。有法度甲台湾人打压的是啥？就是共款住伫台湾一片土地面顶。安怎打压？无要你知影，无要你知影战争法，无要你了解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甚至你是日本人，这个事实无要你知影。而且咱这个日本人的国籍，唔是即卖日本哦，大家清楚哦。江苏一开始来讲，大日本帝国宪法，迄是咱怎啊存在哦？伫底伫台湾。那即马咱知影，即安倍因领导的日本政府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签订迄个时间点，伊啥？原来大日本帝国宪法经由麦克阿瑟修宪，变作新的一波和平宪法。变过一个啦，新的政体，国体有变无？国体无变。即卖日本政府伊顶头上挂的领导人是啥？国家的法人代表是谁？应该安尼讲，是啥？日本天皇。但是伊的效忠是啥？代表性的效忠，对讲啊，荣誉。你等于讲，那是一个代表啊，一家是表面上的效忠，但是伊事实上是伊的管理权是交由人民所组成的政府来管理，同款加啥，跟民政府同款。哦，因为日本政府跟民政府的状况是一样的，它的成立点就是由。日本即马同款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哦，大家爱记得哦。横须贺，你知影迄个所在无？哦，包括冲绳，是毋是有美军伫遐驻军？同款，美国总统嘛是去啊。我看哦，奥巴马去日本有无？你看前几年，甚至奥巴马去对去日本天皇的皇居，参天皇伊啥教育。军队加上伊个一挂内阁，哦，军事加民事，做伙教育，大家有发现无？皇帝大个所在，日本天皇大个所在，古长以来唔捌有美国总统入去内底，迄是头一摆，大家有印象无？电视无播，但是你会用去网络看卖啊。奥巴马
甲天皇陛下两个做伙行，啊呀，做伙教会时阵，平成天皇伊有和奥巴马先行在头前，为啥？伊是主要占领权，征服者，让征服者走在前面。哦，大家知吼、哦，你头一遍爱上课的，江苏伫遮嘛，先做该提醒一下吼、哦。这个边呢，这个顺序哦，啊，上过搁复习一下。对，这边的时阵，大家倒手边上大，左边面对他的左边上大，这是征服者，比征服者，占领者比占领者，哦，所以大家咧代表美国总统的美国国旗，加啥代表日本天皇的日本国旗，哦，这是国家法的部分。伫战争法内底。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台湾的代表旗，叫啥？台湾民政府代表旗。这个边呢，内底有几个国家的国旗？两个国家，美国加日本。大家记得哦，千万唔通讲呢，台湾民政府后摆是追求台湾独立。No， 咱头啊，属于一开始。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你看头一点，依据国际法律，和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这是台湾民政府追求的目标。咱的名，共款是啥？台湾民政府，会用改台湾主地政府无？台湾国政府、台湾主地政府，拢袂用的，为虾米？因为台湾民政府这个名是为战争法，哦 ，civil government 就是由美国军事政府占领的台湾、日本台湾这片土地的本土台湾人所成立的台湾民政府，全名嘞台湾澎湖列岛美国民政府，台湾澎湖列岛美国民政府，也主。主管的单位就是伊的顶头单位是啥？美国军事政府，就是美国的国防部。秘书长伫2012年的4月11日伫成功大学演讲一段，足精彩。伊讲美国的国防部国安单位，甲秘书长讲 Roger， 你知影无？天顶的星啊，星星会落落来无？各位，天顶的星会落下来无？会无？会不会掉下来？天上的星星，满天星星会不会掉下来？会无？没。重点在这。美国的军官，肩胛头上有挂星啊，有无？星啊未落下来，是出代志人换掉，星啊永远伫肩胛头的。所以美国的。政策主要将你伫个上个手中，美国个国防部。所以2010年10月11日，蔡英文伊伫之前，伊头一遍甲马英九先生要竞选中华民国个领导人，流亡中华民国的领导人。哦，迄个选举2012年，我知。大家拢了解，像呀，马英九先生呀，哦，为什么？因为蔡英文伊去美国，伊甲大家讲，伊去美国国防部啊，新闻媒体个报，伊是头一个入去美国国防部的人。No， 伊是去对，去美国由美国的智库，参美国的国安单位的代表人。两个人在会客室面谈，当时美国又送他一面很大面的国旗，美国国旗。初期班了上过江苏刘讲师也在这里跟你们说，一面很大面的美国国旗，由美国官方送给蔡英文小姐大面的美国国旗。为什么？因为美国官员就跟他说，这片土地今仔伊为止，甲旧金山和平条约同款，至今仍然有效。
所以阮美国占领，生前阮就是爱美国国旗，互你，甲你提醒，唔通只敢想讲要甲中华民国就地合法，用台湾名义要独立，无可能的代志。哦，这足清楚的哦，青啊未落落来。但是总统会换人无？会哦。尼克森伫水门案，伊有啥落台？各位，你有足好奇的无？美国较侪任的总统，就尼克森任期内落台，因为水门案。是无？人讲是装窃听器，其实是尼克森出卖了台湾。因为台湾是美国的最大的利益，所以任何的美国总统，伊在宣誓做美国总统的时阵，伊必须爱宣誓重点是啥？伊爱为着美国的利益守护，伊才会当持着圣经宣誓变做美国的总统。所以尼克森有违背伊的誓言无？所以落台。好，来，咱看嘛，迄个直升机，哦，尼克森，大家会记得哦。每一任的总统拢在林肯纪念馆坐着直升机离开现场，就甲尼克森伫白宫坐直升机离开现场。来，咱看嘛影片。This is the south side of the White House.这是尼克森哈，东西美国的 CBS 新闻。落去的人拢坐直升机，直接由军方载走。哦，注意看哦。Vice President Ford this morning, as he left his home to come here for this occasion, said it was indeed one of the saddest incidents that he's ever seen. There is the president waving goodbye. Can you hear the applause? President Nixon peering out from behind the bullet-resistant glass of Vice President and Mrs. Ford, standing just to the left of Mr. and Mrs. Cox, and just in front of...that old magnolia tree that was planted by Andrew Jackson. President Nixon's helicopter going over the mountains of the White House South Lawn. 美国国防部的飞行机直接直升机直接把载走。哦，这是尼克森，来咱看后一波布希。奥巴马坐直升机，我相信足侪人看到，对吧？川普，哦，来咱看布希，这是2001年九月，美国的华盛顿 DC， 哦，就是咱台湾府1250号迄个所在，哈、哦，华盛顿 DC， OK。大家有发现无？做总统有辛苦无？奥巴马迄时阵拄啊上任，看足少年的有无？过年后变足沧桑的，所以总统有好做无？无好做，尤其是做全世界第一强国家的总统。美国国防部的直升机。
直接再造。大家今年有发现新闻有在报无？尤其前阵啊，中国视频政权因的军方在演习直升机，模拟讲预防斩首，要安排蔡英文要安怎撤退。各位，蔡英文会去用斩首无？会无？美国无看在眼内。蔡英文有一天，伊对美国宣战，各位你知影无？大家拢唔知影。吃饭、睡觉、买东东，在快乐的时光里面，蔡英文公开向美国宣战，各位煞唔知影。当时会记得无？美国的一个媒体访问蔡英文，伊内底蔡英文甲美国的媒体安怎讲啊？伊讲台湾有家己的政府、家己的军队，阮会当家己决定家己的未来。各位，这是毋是独立？美国有一个佐利克 （Richard Zolik）， 伊伫2006年公开伫场合内底向大家讲，台湾是一个经济体，毋是国家。独立代表战争 ，Independence means war。咱看迄个影片，你也看卖啊。人美国已经表现甲足清楚啊。台湾独立就是战争。哦，来看者。It's a very important point. You use the term country and the protocol attributed to a country. Excuse me, wrong wording. Let's just say. But that's my point. Is that we got to be real careful here about the protocol attributed. It's an account. Oh, okay. Well, Robert Zolik. 台湾是一个经济体。伊讲的足细腻的，伊每一句政府官员咧讲的，伊拢斟酌听，唔对。当场纠正、纠正，你讲唔对啊？为啥？每一个政府官员，各位在座同心，你连日你也要伫台湾政府为百姓服务的时阵，你也加一件一件代志。你照稿念，按照中央一句一句落实、确实的去实行，唔当家己那越权、自作主张、假搞。我白讲，因为啥？你代表台湾民政府哦，你会记得哦，唔通家己编哦，白纸黑字足重要。为啥讲法律台湾爱照法律来？因为法律就是从头到尾拢是一条一条清清楚楚规定，所以大家知影哦。重点来注意看，来继续吼、哦。经济体，你也想看卖吼、哦？台湾是一个经济体，在 APEC 和 WTO 里面，台湾这个地方用什么名义去加入组织？大家记得吗？台澎金马关税领域，上过初级班再复习一下，什么叫关税领域？李登辉先生曾经就这个问题去问秘书长，他说林先生，什么叫关税领域？秘书长就教李登辉先生讲：“李先生，这吼关税领域就是战争话内底，就是啥占领区、军事占领地、经济体的一个名称，叫做关税领域。关税领域有两种，一个叫做独立关税领域，一个叫做分离关税领域。就台湾甲澎湖来讲，甲即卖日本，就是。”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Okinawa， 因为战争的关系，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的关系分开啊，所以叫做分离关税领域。那实际上呢，全部拢是日本天皇的财产，所以分离关税领域。哦，关税领域是等于讲一个关税体制，哦，这意思。哦，为啥无讲无用台湾，还是讲用？中华民国为什么用关税领域？就很明显啊，由台澎金马分离关税领域
这个、名称就知影讲，原来台湾朋友是啥？军事占领地，唔是国家。啊，伊是毋是中华民国？嘛唔是。中华民国当时1949年的10月7日，已经去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去啊。伊个南京政府就是即马伫台北市即个市民政权，伊也要正式要正常化，伊必须爱登一队。登去南京，伊个总统府伫遐行政正常运作的时阵，即、這个中华民国才有正常，不伊伫台北市无正常。即、這個、土地上的日本天皇的，像占领美国总统，哦，所以重要的一点，大家要清楚，台湾是军事占领地，唔是国家。中华民国，伊是流亡的政府，即马变做啥？中国的市民政权。因为2010年的6月29日，流亡伫中，伫台湾台北的即、這个流亡政府，哦，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变做啥？甲因迄边中华人民共和国啥？和谈啊，伊经过海基会、孤汪会谈也给我海基会，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派上海协会、民间组织两个会签订的两边无要战争啊。各位，两边无要战争，流亡政府伊的流亡性质是咪都消失去啊？伊个立场个留伫遮啊无？无立场啊？继续还是啥？伊是伫遮继续伊个殖民，伫台湾关系法的架构下，搁在运作。哦，所以美国在台协会是即马中国殖民政权的主管单位，伊即马处长以上，知影亚秋，唔知亚秋。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知道的，请举手。他的处长是谁？知道的请举手，不知道的请举手，谢谢。谁啊？你知道吗？梅建华，有没有想起来？梅建华，哦，也许那是位于什么香港去美国的，会记无？哦，梅建华梅处长，哈、哦，伊是即马中国殖民政权的主管单位，哦，所以大家知啊，一。美国在台协会顶管是上美国国务院，哦，所以国务院甲国防部两个两边，那伊个顶头上是以上美国总统，所以蔡英文一滴美国回来了后，秘书长的一朋友就对我同时伫蔡英文的办公室内底幕僚。我就甲秘书长讲，讲蔡英文迄阵为美国倒来时，有咧讲，哦，讲啥呀？美国国安单位、国安局对我好凶哦，对我足歹，但是美国的国务院对我真好。我来查者，秘书长有讲啊，现场演讲的场合就讲啊，因为美国国务院对蔡英文好，是因为中华民国。美国国安局、国防部对蔡英文较歹，因为代表啥？美国的军主政府、美国的国防部、美国的国家政策，最主要是美国的国防部关键。哦，所以大家要了解哦。你要看总统一直换，一直换，军队换掉无换。哦，所以美国军事政府是美国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大家有一个观念，尤其伫台湾有结束战争阶段无？有没有结束战争阶段？我会讲，无啊，外口无战争啊，街路也无看美军啊。各位爱了解一点，什么叫做军事政府占领？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只要美国的军队会当伫2点钟以内。来到台湾，
安尼就叫做军事政府占领。过来一个特点，所有要经过台湾的领空，为天顶过飞开过飞行机，美国有权利禁止伊袂当飞入来。所有的船只要通过台湾海峡，甚至要为台湾的周遭安全的海里之内要入来、要活来，拢要经过美国的同意，唔是经过中国人民政府的军队同意。因为主管单位是上美国军事政府，旧金山和平条约足清楚，大家去讲啊。中华民国的，伊是流亡政府，就算是蒋介石，伊留伫遮的军队也好，伊最主要嘛是爱听上美国的军事政府、军队、国防部的命令。啊，有了解哦。所以你啊，像汉光演习啊，那原来。唔捌听过，那美国现役的军人会当即马今年会用入来汉光演习，大家感觉够奇怪无？原因伫遮，美国伫遮，吼、哦！来，这影片继续看。Economy, and this is where there are big stakes here, Congressman, where lives could be lost. We've had a one-China policy. 为什么讲会失去生命？是咪因为战争才失去生命？你后尾？台湾这些人啊，要搞独立，会失去性命，会因为啥？去美军消灭。哦，为吉米·卡特当时1978年12月底，甲流亡伫台北市的中华民国当局断交。所以1979年4月份，美国国会三读通过《台湾关系法》，追溯甲当时1979年1月1号。就是台湾关系法的开始啊，本来原先有签啥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延续到1980年哦，所以台湾关系法后来接受，因为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结束，就是台湾关系法接下来。我们请问各位，保护本土台湾人的，就是被占领地人民，保护伊的，是台湾关系法的压手，旧金山和平条约的压手，甲你问一下，唔知影啥压手？谢谢各位，保护占领地日本台湾人的是啥？旧金山和平条约，唔是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是害所有日本台湾人至今认识生活伫政治联合上大的关键痛苦。就是台湾关系法，各位，你有纳过税金无？为啥钱敢拢花万万税？大项物件拢要抽税。今日新闻你有看无？连一挂小吃店煮食的，伊生意较好呢，因即个政权都要求因爱开发票啊，结果加5块，羊毛出在羊身上，民众嘛，是爱家己加银5块摕发票，吃亏以上，在所各位。台湾关系法伊内底有列到一点，就是讲，美国提供武器，等于啥？列一个菜单 ，make available， 送立钱，各位，大家去立钱，大家变过来，转来这个发力的。立场来讲，美国主要占领全国，伊来占领台湾，日本台湾这个土地，伊是主要占领全国。伊也照战争法正式的流程，伊是要亲自来占领。美国人啊，家己来做兵，拿武器来守护台湾，因为这是战争法的精神，伊必须伫军事政府占领，伊来保护占领地人民的性命甲财产的。的安全，包括啥人民的幸福。哦，因为啥，这是占领义务，占领者有占领主、占领权利加占领义务。哦，这重要一点。啊，原来伊的宗主国，就是比如日本台湾去用占领，伊的日本帝国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去用悬置啊，
因为被悬置而悬置。但是占领风，伊伫占领地，伊必须爱啥实行伊个占领义务，保护占领地人民的安全甲平安。哦，所以这重要的观点大家要记得。哦，你毋是讲哦用中国实名政权来取代，哦这袂通的，这无正常化哦，这大家要了解吼。好，来一个中国政策，各位。这点讲啊，足清楚啊！吼，这一个中国政策的是为1979年1月1日开始，就是《台湾关系法》内底有讲到，美国承认原来的中华民国，后来变成台湾治理当局，哦，台湾 authority。这个台湾 authority 在海牙法院，哦，的经常的南海事件有判决，海牙的法院。哦，这个台湾 authority 还有一个正确的名称，那个判决文里面就写到写什么台湾 authority of China， China 是对一个国家中国，当关系它里面台湾 authority 经由海牙法院得到很正确的一个定位，就是来自中国的台湾第一当局，专名叫做什么中国台湾当局，哦，伊毋是台湾政府，足清楚啊！因为美国上有立场，上清楚，也当啦，诠释台湾目前的情况，上有立场啊！哦，鲍威尔伊在2004年10月25日伫北京，我有讲过啊，台湾毋是一个国家，伊袂当像一般国家享有啥主权。足清楚，大家在讲啊，佮加上 Zolik， 伫这内底已经讲啊清楚啊。一个中国就是啥，中华人民共和国，哦，就是1949年10月1日正式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代表合法的中国。哦，来继续。Policy since the time of Jimmy Carter, that policy is controlled by three communiques in the Taiwan relation. 三个公报，新台湾论内底有吼上册。各位来好好去了解，对三个公报，巴西公报、上海公报跟什么中美建交公报，中美建交公报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建立邦交关系的公报，中美建交公报，这要清楚，三个公报跟台湾关系法控制，来继续。We, and I said this in my opening commentsOh, a great deal of respect for what Taiwan has accomplished. 台湾有民主政治无？有啊无？比如像你2012年4月11日，伫成功大学演讲，因为我有讲到，当时民主进步党，伊个专名叫啥？中华民国民主进步党。伊伫圆山大饭店。蒋经国当时是总统，会记得无？民主进步党成立的时阵，各位，迄现场还是蒋宋美龄的场地呢，所有监听监看的设备，伫圆山大饭店内底拢全部全程监看，蒋经国亲自看。伊找啥物人入来？陈思梦、费希平。以外来对，蒋经国甲讲，你只要甲即个民主化，即物要活动，你只要会当伫中华民国即体制内运行，我袂介你俩，我阁会互你钱，足清楚个，唔通阁去用骗去啊！大家要清楚，即马伫台湾，目前台面上即政治台湾。咱是法理台湾，政治台湾，台面上遮，迄拢是假民主、假的民主。各位，我相信各位伫电视顶有看一个大师，有个大师哦，甲大家讲，咱看到啥物物件，迄个啥假的，因为啦，咱目睭拢有障碍。
这将来为对来，咱自细汉拢读伊啥毒苹果理论，甲你讲，你的祖先登山来，你是中国人的后代，你的祖国是中国。各位，你的祖国正港是中国吗？不妨你去找你的族谱，迄族谱是为对来，迄拢用土的，用送的，一个砖头一个砖头。所以大家很奇怪，为什么什么姓跟什么姓不能结婚？为什么同一个家族同一个亲族，因为不同砖头，他顶头电线工来给你的族谱、哦、你这个砖头姓罗，那个砖头姓陈、啊、所以两边都同一个家族，所以陈跟姓罗不能结婚，跟敌人你要去结到的怎样生下来畸形儿，甚至怎是罕见疾病，所以都会撇面啊！你什么姓？哦，不用跟什么姓结婚，原来在这，美国在这。各位，你的日志成本，你要斟酌去申请，你会当发现，伊面顶写的福广，迄什么意思？讲福州话，讲广东话的平埔族，正港卫兵来的会写啥？亲。就是清帝国的清，那就正港是卫兵来的。林玛丽医师，您大家 有听过哦？在马街医院，伊就是啥？咧讲验 DNA， 各位足趣味的，你也有上过初级班，你就知啊。咱的祖先上早为对来，为非洲东部六万年前，那是国家地理频道透过70万人 DNA 哦。各位 ，DNA 有法度伪造无？有法度无？你的 DNA 有法度伪造无？讲安尼透透的，甲你骗，有法度无？无法度。DNA 就是你的基因，为非洲东部以及延续来，经过阿拉伯半岛、印度半岛，透过东南亚起来，台湾、Okinawa、日本，透过朝鲜半岛入去即马中国的所在。这一条线，这条线跟咱台湾上有关系。这条线叫啥 ？M174 的 DNA 脉络，像个像个祖先。台湾这个所在是伫个距离即马39600年的时阵，迄时阵的祖先就已经伫个遮啦定居啊。伊就伫个这个所在，台湾我真介意，就留伫遮。村内咧，慢慢的会往北边去啊。为啥安尼咧耍？因为冰河时期冰拄啊融化，啊土地即马一寡有积水的，啊无啥深，有诶用行路就会当过，无过船啊，就会经过啊。所以会安尼大迁徙，吼、哦。即等下较晚，甚至初级班时间有够，再甲大家搁做说明，而且互一个大约诶观念，互大家稍确立者。咱的祖先不是中国，除非你是1949年迄年，甚至是1945年9月2号到1949年10月份这之间，你为一边参蒋介石做位来，迄度正讲拢你是祖先是为中国来，无其他的。各位，你不管你是平埔还是高山，你拢是这土地原本的。住民就是台湾住民，大家要记得哦，这个原住民的名称唔通用。为什么？江叔跟你说明，我问你就好啊。有原住民是不是有新住民？对吧？啊，新住民住久了是咪变原住民？对吧？大家记得哦，这是中国市民政权上可恶、上恐怖的一个问题。大家记得要分得清楚，台湾这片土地有敢有两种人，请你写起来。日本台湾人跟外国人，台湾这片土地上只有两种人：日本台湾人跟外国人。你只要当证明你的爸爸妈妈两边的祖先，会当摕到1945年9月2号以前。有日治藤本的，
就是他的出生年月日期，明治、大正、昭和，安尼你就正讲日本台湾人，提袂出来，甚至敢摕一半的，你就是有套南着外国人。哦，所以详细部分，请你来看迄本红色内底有啥《台湾公民权利法案》。哦，迄内底讲啊真清楚吼，大家要注意去看。按台湾民政府官网的这个申请身份证诶，内底往有一挂说明吼，来判断诶，什么是 TW， 什么是 PTW， 像这包括外国一挂吼，拢看得到吼。台湾这个民主政治，大家要记得是假，不是真的。军事占领地哪有民主政治？伊即马即个体制就是伫流亡中华民国即个宪法即个体制内底就是实民政权，下骹落来就是假民主。伊即内底登记伫中华民国即个体制内底，不管是中国国民党，大家知外来政权，民进党诶。哦，爱台湾，对啦，爱台湾，爱啥？爱你的钱，爱你的命。那我爱台湾，因拢是中国人，惊啊做本土单人。你去看嘛，所有这些民进党台面上的，大部分拢中国人的后代。段宜康，各位你知道吗？段宜康哪里来的？大陈岛第几代的难民？以前维基百科里面我又看到详细有写，段宜康是大陈岛撤退来台的难民，后来改掉，段宜康的资料都没去了。维基百科各位现在不通信了，在台湾国际就是正常化之前，维基百科的资料看看就好，不要太认真，因为现在中国实名政权可以透过种种金钱权利入去维基百科改所有的资料，迷惑你，用网络的维基百科变作以网络的毒苹果资料，你读你就中毒了。所以我江苏包括秘书长，包括所有的同心，我鼓励你好好把英语读好，用英语去读英语。咱要找资料，现在台面上这些资料你参考看看就好。江苏马上来讲啊，我们现在台面上看这些资料是什么？假的，眼睛业障重，因为他们给我们的障碍，知道吗？这不是说笑笑就好，确实真的很多都变的。等下 PowerPoint 我就给大家看很多，包括南京事件、南京大屠杀，假的，那是很枉屈的。一个国家透过二次大战之前的，像联合国的世界组织，伊授权伊去帮助伊隔壁的国家中国，互伊国家地位正常化，互伊卖个内战啊。结果这个维和部队变作侵华的部队，看有冤枉无？各位你相信？你即马全世界新闻啊，你敢有看到新闻报道讲美军侵略伊拉克？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啊！拢报啥？美国军队进入伊拉克进行维和任务，有无？啊，为啥不爱报美国侵略伊拉克、侵略阿富汗？大家发现无？这媒体吼，大家要注意，你一报吼，你爱用啥？用法律去来严正，错了就要纠正他。甚至甲大家讲，伊这报单唔对。政策该安怎？唔好鸡飞城市。你看，今仔电视吼讲啊，一寡去用恶出来，连那字唔对的，读册迄读音唔对的，嘛是甲编在面顶，一个字变作几啊种连音，迄都唔对啊。哦，来，咱做一看哦，强大的经济体后边这对啦，头前这唔对啊。奥巴马呀，讲台湾有优良。哦，令人骄傲的民主政治，各位，这是可笑。台湾没什么民主政治啊，假民主不值得骄傲，反而是美国的羞耻。你纵容中国殖民政权在台湾运作七十多年，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
主秘书长2006年十月二四，第一摆控告美国，美国政府的总统、国务院的国务卿布希甲莱斯，接连甲后来奥巴马、甲希拉里安尼录音，接甲即卖川普，这个烂摊子，烂大要搞上，要搞川普收啊！2006年十月二四，我讲伊美国时间哦，过来咧。2015年的2月27日，前阵啊，满几年啊，两年啊，奥巴马一直拖，一直拖，然后那边延长什么，有什么事情，辩论庭延后，一直拖，一直拖，不正常啊。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实践台湾地位正常化，奥巴马你做不到，你还敢卸任？哦，所以。历史我来记一遍，伊做足侪代志的，你不要紧吼，川普去处理就好。咱爱重视啥？咱所有军事占领地内底，占领地人民日本单人的人权，咱袂用因为向军事政府占领，咱也袂记咱家己的人权，只敢拢关心中国人的代志。哦，18%咯，啊，迄军工搞安怎，甲咱有啥关系？诶，咱厝内底无好啊，整理几干嘛？隔壁装诶无用，来甲斗摒扫，厝内底像垃圾堆，大家安尼无？未？所以大家会记咧，新闻看罔看，上重要即时间，爱囥喺你正手中，新台湾论好啊，读个熟，读熟了后啦，甲大家讲，吼、哦，像江苏安，甲大家讲，唔通搁干，搁食有毒诶苹果，毒苹果你敢不敢吃？有毒的，内底有农药，另外足芳的，你敢食哦？唔敢食。结果咱读个教材，读70多档啊，怎啊读下来底个讲完，看隔壁国家要叫大陆，迄、那个国家叫中国，哦，唔通阁叫大陆啊？大家要记得，尤其你即领衫穿起了，你要用正常化、用法律的角度穿好人。中国，要记得哦，哦 ，OK， 再继续咧。In terms of creating a vibrant democracy, a strong economy. And I also pointed out that in 1991-92, I'm the person that got them into APEC and in 2001 got them into the WTO. So it helped strengthen these economic relations. I was a little disappointed after we did so that I then had to spend about 2 or 3 years getting them to follow through on their obligations. But as they started to do so, we did respond again. One of my deputies went there, and there's going to be another deputy from USTR going on the economic side. But we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you see, and this is the balance, is that we want to be supportive of Taiwan while we're not encouraging those that try to move towards independence. Because let me be very clear, independence means war. 我听到 Independence means war. 台湾独立代表战争，各位，咱电视新闻看足清楚的。伫街路，警察有看到无看到也好，当场抢夺人手中的财产物资，咧抢的迄个人会去有法律处理起来无？会无？会不会被法律处理掉？会还是不会？抢劫啊！抢劫的人有罪无？有罪无？有呢。连物件落伫涂骹捡，最近发生伫英国，甲英镑落伫涂骹捡起来哦，迄人就有罪啊。国际班大概爱一个清楚一个概念，两点，请你随心写起来，做你的座右铭。第一，无授权的物件唔通摕。没有授权的东西不要拿。第二个，没有授权的事情不要做。授权非常重要。顶头无讲的，你唔通家己讲，家己做。这是军事政府体系下上重要一个观念。你只要自作主张，计较黑白做，你马上出代志。你要好好武装自己哦，精神武装。因为咱还未结束战争的阶段，台湾国际地位还未正常化，你必须要武装自己。用什么武装？法理武装。
我唔是江苏，唔是叫伊讲啊，揢武器枪，要甲人车半边，要甲人扁倒。No， 各位，你先顾虑，只要扎这物件得啊。必是啊，伫法庭上展现咱的正直，因为法庭会当啥，幸好咱公平甲正义。哦，所以大家要给法理至上，我们不要跟治理殖民当局直接对抗，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我们刚说这节课为啥天皇主权法理至上，这两句拢是重点，各位你一定要记得。主权是向下，日本天皇下。咱重要的观念是啥？法理至上。所以这节课的重点两句，刚说就是要向。送给大家，好，你爱困，连做眠梦，你也爱梦到啥？日本天皇，伊是这個土地的主人，咱无资格化独立，知影无？哦，这爱清楚哦。好，来继续。That means American soldiers. Would you yield for a minute, please?、Pardon? We make our own decisions. We don't clear them with China. We don't negotiate them with China. So our decisions are our decisions.But if it keeps trying to revisit the questio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made in the late 70s about a one-China policy, I think it's going to keep hitting into a wall. 哇！这些武台湾独立的人，都哪参像火神蠓啊？看到玻璃窗、玻璃透明的，只敢就要给弄出去。各位，你有看过火神蠓啊弄破玻璃窗出去的无？有看过野兽？无冲未出的牙齿，苍蝇跟蚊子冲得出 透明玻璃的，请举手。不会的，请举手。对啊，大家很有智慧。透明的玻璃，你叫蚊啊，甲火神你冲出去看卖，弄甲伊全身脆骨，伊无法多出去。为啥？法律就是法律，你无法多调整。天公伯啊，上帝上大，大家拢知影。你有法度挑战伊无？你指着天公伯啊，指着上帝讲：我上大，你上小，连你咧打拍卡球，你就见死啊！我甲伊讲真诶，哦，无得啊，这代志就安排互你出代志。大家知影，咱敬畏上帝，敬畏天公伯啊，因为这天地，咱知影冥冥之中拢有一个安排，咱要好好啊。做咱的法律大人，唔通乌白做哦。但这观念爱建立起来哦。比如像这场演讲，各位你有机会，你会当伫 YouTube YouTube 你会当搜寻哦。这场演讲足精彩，即阵啊，伫 Facebook 咱东西嘛足侪人甲留底来看，江苏我有看哦。迄年江苏讲我伫中央这所在吼。同款像各位在座安尼在听课，哦，迄时江苏阿伯起来台顶讲课，哦，2012年的时阵，江苏是2013明治天皇生日的时阵，11月3号开始上台讲课，哦，所以今年我搁咧啥，像各位同款在读新唐论，哦，所以大家给新唐读熟，你也有机会来讲课，知道吗？哦 ，OK。这张改变咱在座各位往日的未来的命运的这张哦，发行的单位是啥？台湾县行政长官公署，看的有啥啥的无？伊的长官公署的长官是啥？单一，也就是警备总司令部，也是他。伊政策名称爱用啥？台湾平和的岛，中国民政府，这个就是台湾民政府了。后来改做啥？台湾省政府，第一把掉改做台湾省政府。啊，现在台湾省政府有没有运作？动省。你电话前先讲，已经讲，我要加废掉。美国讲，稍等，袂用诶。为什么？因为伊都是台湾民政府。台湾省政府就是台湾民政府，你把它废掉，等于是废了战争法的架构。
有没有人比战争法还大的？没有啊，全世界的人都要遵守万国公法，尤其是万国公法里面还有包括国际战争法，所以没有人可以废掉战争法的架构，所以就清楚了哦，大家知道 哦，所以中清新村现在还在，但是有一群人很天兵的哦，包括到2012年4月11号，就是秘书长讲完了后，后来接到讲话那个天兵哦，伊听啊听啊听，秘书长讲完了后，前几年大家搁会记无？伫中心新村一张老伙啊，足可怜的，怣怣对枪去占领啥？中心新村，你有笨蛋无？我占领中心新村，坐伫内底，才几分钟尔，连伊去警察抓去，搁爱去啥法院上法庭，去用告。中心新村，你占领中心新村，你代表得到政权了吗？啊，真正话，好，卖讲来，这个文叫做《节参制定01297号训令》，是伫1946年的正月十二。哦，伊讲查台湾人民原系我国国民，已受敌人侵略，致使丧失国籍，当时侵略啊。1946年1月12号，《马关条约》的内底就讲啊，足清楚，《马关条约》当时签订的，1895年4月17号，伫5月8号生效，6月2号，伫家人外海。李鸿章的第二个后生李金芳坐到横滨湾，参到台湾总统府第一总统华山之际，伫家人外海坐横滨湾高挂，台湾周边倒数30多粒，一粒一粒一粒号名交接。6月7日的时阵。包括上钓鱼台，钓鱼台是伫个尖阁群岛，所以你手中有尖阁群岛的讲义哦，现看卖。哦，新台湾内底我有尖阁群岛，离台湾很远，大家记哦，离花莲上近的有一个叫做与那国岛。啊，有啥与那国岛是日本的，尖阁群岛上属于台湾的。大家有想到为什么吗？因为大陆棚。海洋下卡迄个大陆棚连起来，尖阁群岛甲台湾是连做伙，与那国岛甲日本迄边是连做伙，安有了解哦？这常识吼。新南群岛就是西沙甲南沙群岛，伫当时台湾总督府1939年3月初9日，透过 announce 甲全世界讲，我甲南沙、西沙。统称叫做啥？新南群岛，到当时对一酒馆，高雄酒。哦，所以高雄酒当时你爱记得哦。南沙群岛，其他酒嘛，同款你爱记得。南沙群岛，大家想奇怪，奈无人岛以早就无人要滴，想啊，今嘛连中国都想胖，要滴啊人造岛礁，要起滴啊起一个岛，为什么？因为海底之下有啥物件？石油，钓鱼台嘛是啊，钓鱼台你讲啊，日本啊，插旗啊，当插来插去，我讲你知啊，看到爱笑。你安怎插，有法度改变伊所有权者的人无？我都改。所有权人是谁？日本天皇，不管是日本也好，台湾也好，都是日本天皇的。你插一旗有好，给插，哦。所以大家也知道，你看德国有什么转型正义，独裁时期就是希特勒时期，所有司法人员重新招聘。各位秘书长真愤慨的一点是什么？现在中华民国中国人民政权这些检察官，他提案件审判黑白判，所以有一个名叫大家，我相信拢知影，恐龙法官，有无？你有相信这样的法官无？
啊，一个杀人，囡仔甲头流起来啊，迄凶手甲怎啊个伫底？啊，有心悔改，所以让他活着。俩尊死去的囡仔，是法官、检察官你的小孩，你会原谅凶手吗？像今仔发生的代志，一个名模为着5000块，去约伊去外派的迄个先生甲病死，有无？今仔新闻足大，你看这个案件要安怎判？你来看后续。即个检察官甲司法人员，但民众有共款，即种了后，即个官全部拢换掉。哦，即大家记得，各位，你来参加台湾民政府法理训练、甲职前训练，有价值呢。你在为法理打基础呢。你看外靠即个中国市民政权即个体制下，即个政务官又来上法理无？伊知道台湾的国际地位无？唔知道，所以国际上就无爱甲因讲，就是安尼。都不要跟他讲，为啥？欢欢啊，只讲就讲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名叫中华民国，笑的。哦，那参像厝卡去住厝头家的厝，住久啊，讲厝头家因的厝，因为阮住伫遮70多年啊，自然演变成我们的家，无礼貌，无主权观念，哦，这大家爱了解吼。现在这个中华民国是民政权，不是我们的政府。2009年4月7日，美国的巡回法官 Brown 在判决里面有跟我们说，08-5078，第一，本土台湾人没国籍。各位在座，你有没有国籍？没有国籍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的人去冰岛拿到什么 status， 无国籍的居留证，知道吗？无国籍的本土台人无国际性的政府，本土台人至今已生活伫政治联合。第四，美国承认即马台湾搁伫美国的军事占领当中。第五，美国司法部要求美国行政单位爱主动协助台湾政府，就是被占领的人民啊，成立因的民事政府。台湾民政府的名字叫台湾民事政府，台湾平民政府，缅甸的美国军事政府，简称美国军政府，台湾平民政府，台湾民事政府，简称台湾民政府，那是政权化的名字，哦 ，civil government， 我们是政府，不是政党，也不是民间组织，大家要清楚。根据政权化，由被占领地人民所组成的政府，民事政府，大家要记清楚哈。戒严令，这张上合，在中国的广州实行。结果，这戒严令来到日本天皇大日本帝国的土地面顶，实行中国的戒严令。那有夸张吗？英国的戒严令可不可以跑去南非实行？可不可以？所以这张哦，足含的，我甲留的吼。不过我等下有甲大家讲，英国俘虏上的在店的哦，在店的涂骹捡到20个英镑，去判窃盗罪，拾金不昧。啊，他捡到地上的钱，都可以判窃盗罪。看清楚哦 ，BBC 的新闻哦，被判窃偷盗罪。现在在体制下，啊，这扣到的，阁会用个为内底阁抽 commission。你物件拍无钱，拍无的，皮包阁爱银钱，互扣到人，爱分一寡给伊，这啥物道理啊？哦，你看人安怎判，足清楚，法律就是法律。哦，没有授权的东西不要拿，拿了就有罪。哦，啊，清楚哦，吼，过来。这人是谁？连战的爸爸连振东，他是蒋介石的接收大员。各位去台北市无？中山北路有没有？那几排，
以前大家流行啊，你要看连战的车，你要注意，伊的车后斗足侪布袋，是哪？得收来的租金，得咧布袋内底。一寡古迹啊，日治时期的，应该是讲台湾总督府年代，而不是日治时期。日治时期像咧讲诶，中国殖民政权。因对因来讲，什么日本治理台湾，对吧？对咱来讲，叫做台湾总督府的年代。对日本帝国迄时阵，因为台湾总督府咧治理过台湾，咱有总督。最后一任总督是谁？安藤利吉，也就是甲陈仪伫受降典礼10月25号，1945年10月25号签订投降的。一个协定的安藤利吉跟陈仪，台湾是什么战区？太平洋战区，不是中国战区。所以各位，咱以前读的课典内底、课本内底，一些中国战区，伫个什么中山楼头前的中国战区是错误的。哎，中国国民党有企图想要家己就地合法，要把台湾占为家己所有。哦，所以大家记得。咱本来是大日本帝国的国籍，为啥送失去？不是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而是因为什么？日华条约、日华台北条约送失去啊，所以咱要变成啥无国籍的状态？哦，就在帮忙省哈，认真，好不？鲁良啊，甲即马个摕补助。党国企业哈，你拢甲记起来。Last gen 是咪个？对唔对？我一个问车讲 Last gen 伊呢？哦，我等下甲查一下。各位新闻爱要看吼，台湾政府会记得你啊看新闻看到台湾，会记得换做中华民国，有听到无？有啊哈。你换做中华民国，现在中国殖民政权不是台湾政府。蔡英文在2011年呢10月11号在台湾呢，在高雄的劳工中心，伊就讲啊，中华民国不是外来政权，现在是台湾政府。伊就爱讲啊一句话，袂掉。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中华民国不是外来政权，它是台湾政府。你那攻击顾问呢？2012年，哎，选举领导人选举不掉，因为他就是要独立嘛，台独啊。台独党纲在中华民国民进党的第一章党纲来都有讲啊，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名字叫中华民国。林卓水写来，所以因为安内就出代志了，哦。你看这个话这有6条220亿，要88年才能还完，这个要记起来哦。战争法的战争行业大家记得哦，讲到战争法，这个范围请要记得哦，主权法、万国公法、战争惯例代理法哦，国际条约，搁啥？海牙第四公约、日内瓦公约、红十字总会章程有关战争法的部分。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美国陆军总署野战手册，我看到拢是军方的，所以包括啥，主权法、万国公法，哦，推论台湾地位论述的解决台湾地位问题，政治工程是一种政治甲学术机构单位，为啥法律永行研究战术无同款哦，哦。不可轻忽国际法理的深度，如果没有经过严格法理或逻辑训练，很容易错误解读国际法理，造成国际纠纷，不可不慎。各位，你要想法律课程在这里，另一你也代表台湾民政府去跟外国外交单位在对谈的时候，外国人也跟你问说台湾是什么状态，你也说台湾是独立的国家，有主权独立，
爱免讲啊，会发生代志哦。所以你讲话爱记咧，你也发现你今仔有错差，紧张放袂记，乌白讲，你也惊袂记起，你会记咧。写好，按照法律内容照稿念，你内容爱互你的主管，互你的定时的看过哦，这有符合你才讲。莫家己写写，想到错别字也好，乌白讲也好，就上台面就讲啊，你会害到台湾哦。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的路程就会这样被耽搁了哦，大家记得哦。在2013年的4月25号，有一群人就伫在华府，乌白讲哦，把咧日本的国旗嗷嗷的唱咧过人卡，用三面旗。讲伊要成立台湾政府，就是安尼个代志，害着台湾政府的台湾国际地位的路程就此延宕那么多年。爱记得吼，你啊要挂一面旗，就挂美国国旗，两面台湾政府旗跟美国国旗一起挂；要挂三面旗，美国国旗、日本国旗跟台湾政府旗，四面你就把美国占领台湾代表旗。一起加上去，会记得哦。你唔通讲三面六国爱日本啊，我好讨厌当日本人，所以日本国旗丢掉，你就把日本天皇丢掉，那你也就没有资格站在他所拥有的台湾土地上。了解哦，咱的根本是啥？日本天皇。所以秘书长以前上课甲大家讲啊，你的心中规世人一辈子。袂当放袂记迄个人以上，日本天皇，你爱永远会记咧。莫讲我心中永远藏着我的阿那达，我的喜欢的帅哥美女。啊，日本天皇丢旁边，啊你害啊！你马上你又开始袂记起，你又讲台湾又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又害啊！哦，哦 ，OK， 哦，这你要看，1942年六月初九哈。美国的海军部副主管的办公室，和伊运输部的主管，伫咧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规划48个礼拜有关于军事政府管理的课程，训练上海军的人员。哦，代号叫做哥伦比亚行动，其中诶包括伫占领日本台湾后运作的台湾美国海军的军政府。哦，这。重要哈，内容。这人是啥？识别你的请举手。你认识他的请举手，不认识的请举手，不知道的请举手。来，我再问一次，为什么大家手都举不起来？咱我会记来教室，咱的桌子上都无摆强力胶啊，哪会拢手拢举不起来？来，我问一下。你不认识他的，请举手。哦，谢谢，请放下。这位就是签订《关条约》的明治天皇陛下。爱给的哦，爱生一点起。他的生日几月几？生日几月几号？各位，江苏家的家的面的，大家爱面的哦。你唔通偷卡内底，敢想到孙文的纪念日、蒋介石的纪念日，煞甲咱明治天皇的生日煞放袂记个，唔通？你要记得清楚。当时我头仔一开始课程，我有甲大家讲，江苏第一摆上课的日子，当时，会记哦。11月13日，新历11月3号，明治天皇的生日。哦，春天我就告诉大家啊，大正天皇什么时候生日？哦，昭和天皇什么时候生日？平成天皇生日什么时候？平成天皇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嘛。只要台面上看的，就是平成天皇。今年，几年？平成几年？应该安尼讲，今年是平成几年？对，健康，来个鼓掌者。咱咧问讲，今年是当时的时阵，各位，这就牵涉咱的
名分，我们的名分是什么？我们不是中国人，所以咱的名，咱的年号，会记得，咱的国家，就是日本天皇，平成29年。你伫外口，当然中国是民政权，伊要用民国106年，那是他们的事情，因方便得好。但是啥，咱会记得，今年是公元2017年，所以你高级班会记哦，你是高级班 H， 2017年3月3号开课。哦，你自己的，那给的哈。平成天皇哦，生前要退位啊，所以现在在要接近呢，德仁亲王的、就是殿下哦，德仁亲王殿下准备啊哈、哦，今年几岁？57岁，当时。12月20几号？23号是什么时候？大家去查哦。我好打给功课，初级班来回答我哦。23号是什么时候？德仁殿下的生日几月几号？平成天皇的生日几月几号？平成天皇，我们是公明治天皇，平成天皇。12月23哈，对，哈，来勾讲解，那些东西有用心 ，OK， 好，来，2015年11月15号，台湾民政府在孙文纪念馆沿路走到自由广场，有一场叫啥“快乐法理革命”的大游行，各位像像安尼，各地，无啊，沿路无讲话，敢举标语。标语面顶写啥？写这个标语，无讲话呢。哦，沿路一直行。为什么？咱有看到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无？有无？不以不用暴力或武力，但促使各种方法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的占领。无要抗议，嘛无要发声，咱就点点啊行。为什么？因为咱稳赢。美国军事政府是各位的靠山，来。看到后边，看到后边有六面旗帜，有没有？我甲各位介绍哈，你只要看到上，这方向看过，上倒手边的是海军，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旗帜，上中央迄个白色的是美国的陆军，哦，过来嘞，美国空军，然后美国的海军。哦，这是美国军事政府所有的军种的旗帜。好，看到前面这边来哈、哦，你的左手边这两面相片，这是2010年9月七八，台湾民政府在美国举行酒会的时阵，由美国官方透过通信，把这两面图炸登来给秘书长看。这两面图，咱看到左手边那面图，一般。酒办公室还是军的办事处，你要看面顶的印两字，一宿。左手边那边嘛吼，过来，正手边那边会印啥？美将。各位，你来看到，想到他属于所念的。第一，依据国际法律和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看到左手边那边，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看到正手边，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美国总统有责任顺万国公法，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哦，这面面图你都爱记嘞，莫敢敢看。哦，日苏美战，啊，详细叫你讲诶，啊，就嗨啊。哦，所以新台湾一定要读熟。台湾民政府的主张甲立场，施以咧念，包括咧念的时候，各位，咱都要主动啊，对咧念。爱知无？知吼、哦、？OK， 好，来头前吼。2015年11月15日，吼、哦，这6点。第一，日本是本土台湾人的祖国，美国是台湾主要战略强国。已占领地区的人民无应该做兵。旧金山合约已经确立着台湾地位，咱不是中国人，咱是本土台湾人。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这是唯一的出路。哦，爱知哦，我们是台湾独立哦。
台湾独立是一条死路，哦，你要了解哦，袂当抢日本天皇的财产。各位，2009年，习近平有去找日本天皇，伊甲参详一件代志，伊讲中国这几年，阮经济好，我要甲伊参详一件代志，什么代志？日本天皇，你会当甲台湾配合卖乎阮无？卖给我们？日本天皇安怎讲？伊讲，阮皇族自一开始到我这代125代啊，代代相传，阮毋捌做过买卖，爱听有无？啊，台湾会买无？买，因为日本天皇有一本约束，伊要做日本天皇，伊必须爱收到一本约束，什么约束？皇室典范，你会当伫台湾民政府官网里找到相关的内容。皇室典范就是讲，你只要接任做日本天皇，你必须爱遵守皇室典范，就是祖先留落来财产，你会当增加，未当减少。听清楚哦，哎，日本天皇会甲台湾朋友卖掉无？卖德仁殿下继任为日本天皇，会不会卖台？不会，哦，所以大家清楚。马英九先生伫3月2号，张讲着一句话，我相信大家应该笑噶。哦，咱当时拢笑噶，头啊，休款时间嘛在笑。伊讲啥？伊讲马先生，伊讲1912年台湾已经独立吧？想怎搁要画第二摆独立？各位，伊讲的台湾是啥？伊甲中华民国当作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发生这个错误啊！台湾敢有独立？无呢。1912年时阵，台湾是谁的？日本天皇的，是大日本帝国的国土呢。伊敢有独立？无。中华民国才是呢。中华民国1912年伫南京的，在南京的。哦，伊毋是武昌起义，那革命十几次。革命几次成功，迄因的国家大振，哦，咱大有了解，都唔免想详细。你读愈侪愈中毒，哦。伊讲这其实啊，南南做伙。伊马先生伊讲的内容，嘛代表着即马普遍大部分民众的意识。所以各位，你足重要啊！你一定要甲发你头先，你看咱中央会馆外口，你看来来去去遐人。拢甲马先生的观念共款的，拢甲台湾当作中华民国的，所以咱的法律要读好些，吼，好不 ？OK。迄时阵前者吼，初级班有看过，无要紧，初级班迄时阵才看吼。来，这张就是台湾民政府的台湾晶片身份证，吼，台湾政府身份证才是这张哦。这张是由美国国安单位所发行的，哦，就是制作发行，哦，做这张身份证呢，迄当时嘛帮伊拉克，帮迄个啥，迄个被伊拉克侵略迄国家叫啥名，我袂记得。对，科威特，帮科威特做身份证呢，赶快，哦，结果科威特人的身份证结啊，人就凑满做好啊，啊，咱呢？咱想的情况，上来哇，较久啊，加去年有40000多份的身份证，40000份哦。那新闻我要报告，各位秘书长的名字，你请你要记好哦 ，Roger C. S. Lin 哦，生日哎，1950年8月6号，8月6号什么时间？就是弹原子炸弹原爆第一颗原子弹的时候。秘书长出身了，好加在有秘书长，无各位，包括我，唔啊戆戆，搁参遐个人，搁开始在当画台湾爱家己主管咯，笑诶！好加在秘书长出现，解救大家。哦，啊，搁来感谢像水月园游先生提供较好诶环境互咱，另外有去供电，倒啊，搁煮三顿烧给咱吃，
咱甲尤先生、甲秘书长、个夫人鼓个掌，好不好？感谢因呢，吼、哦、，OK。这身份证吼、哦，有一个重点哦。这两名其实美国占领台湾的代表旗，就是美国军事政府吼。过、哦、来嘞，台湾民政府旗。那初级帮我再个讲吼啊，有上过的人知道吼、哦，这是台湾民政府代表旗。这个是什么 ？Class TW， 就是本土台湾人，就是日本台湾人的意思吼、哦。这个编号是美军管理占领地人民的编号，美国说你我们可以沿用哦，所以跟咱即马摕到的14岁摕到的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的身份证编号是一样的，但是后边迄个 number 就无同啊哦，后边这个 number 每一个人无同，重点伫遮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美国军事政府台湾民政府这后边编号哈、哦，本卡。合法依据传播家，包括公民权利法案哈，复习一下对台湾地位的声明哈，注意看哦。1945年8月15日开始，重要历史事件加意涵。1945年10月25日，日军投降典礼，投降典礼虽然联军所举办，但是战争法内底投降典礼意义只不过是一个。无争议的时空点，会当表明到高振国占领时期的开始。占领时期的开始哦，唔是领土的交割，或者是移交的手续，这观念要注意哦。哦，古今啊和平条约重点，向，这是主要占领权国，谁是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哦，这是中国教育之下。国际法的学者完全误解所在，实际上征服者才是主要的占领权国。初级班也上过就知道，蹦蹦蹦，谁在蹦的？美国，哦，大家知影，迄炸弹比人搁较悬，米二九，敢听有声来紧拍的，有听五百唱迄条歌，你若唔紧拍的，马上会人去用弹着脚，好不好？五百有唱迄条歌。我把伊唱一条歌，应该提醒啊，上海单美共的，结果只干嘛？遐读个朴素朴啊，谁来轰炸台湾？日本啊？为什么？因为八年抗战啊，甲中国起来台湾，甲台湾土地当作中国，这就是迷惘的开始，食着毒啊，所以唔知影天地几斤重哦，来。因此呢，1945年10月25日，投降典礼了后，台澎地区开始进入啥高振国占领时期。美国是主要占领权国，蒋介石 ROC 集团只不过是受委托代办占领的事宜，这手续可以代办的尔啦，安有了解无？像公司头家无用。欸，某咪人来 ，agent 业务员来，你来帮我做一件代志，你帮我去办这個。头家授权叫这业务员帮头家去办代志。各位，这個、业务员会当讲一出去外口，我是头家当署长，会用的无？回来马上去用抬头。蒋介石的伊这集团，这70年以来。做过四件代志，违反战争法，真济啊！头前一件就是1945年10月25日，伊甲宣布叫做台湾共和国，这违反哦。正港的名称叫做高振国军事占领日，袂用叫台湾光复节。各位，你就知影美国轰炸台湾，台湾占领证书，证书。啊，证书哪有共和制？你输的输去啊，对来共和制。你是征服者，还是被占领者？爱分清楚呢。中华民国甲美国是同盟，所以因叫做占领者。所以伊教历史当然嘛，为因迄边的代志起来教咱，但是甲这片土地无关系啊。他想办法要把这些人教授他们的人，把所有人的人
头壳换做中国人，有了解哦。但是咱的先骨是啥物先骨？日本人的先骨。你看咱的精神分裂，先骨是日本人，头壳是中国人，嘴讲的啥？台湾嘴讲中国话，有可能无？咱本来今日暗时爱讲啥？除了我今仔讲的无义之外，佮讲啥？空巴哇，晚安你好，不是在讲，我们大家今天都是一条船，这不是咱的国语嘞，这咱要分清楚哦。违反战争法，包括这个部分，改变占领地人民的生活、文化、语言。咱现在文字本来像啥物？日本呢？有皇民化。1937年4月1号，万国公法的 SOP 第二个阶段皇民化。洪美杰，台湾人会晓写日本字，讲日本话，听有人讲的，才有法度呐遵守大日本宪法下骹所有的日本的法律约束。唔知道有法度修法，唔知道有法度创造1945年的8月15日至9月7日，将近两个月无政府的状态，结果台湾零犯罪率，有厉害无？真厉害啊！这就是台湾民众后摆咱执政爱追求的目标：零犯罪率。法理至上，每一个咱想看卖日本怎治安有好无？日本的秩序，你甲看因坐地铁也好，哦，每一个开车的人也好，甚至过马路的小朋友过斑马线，赶快用跑的，要跑之前脱帽，用开车停车等因过马路的人鞠躬，然后过了后，赶快脱帽鞠躬。这镜头看过，日本路的大家看拢拍破啊，搁伫装卡的。嘿呀，伫装卡像咱遮，没人看到红灯，车子就开过去了。啊，小朋友大摇大摆，啊，车没看到直接开过去，代志就发生啊。新闻都报啥？小学生放学晚上遭砂石车碾毙，人没呢，人搁装卡嘛是修法，囡仔嘛做礼貌，甚至伊车开要超车。超在头前，佫该四两个双黄灯，啥物意思？咱也看到我们，咱若在开车看到头前车超车了后，甲咱四双黄灯四两个，啥物意思？阿里阿多，谢谢。这习惯咱嘛养成啊。咱即下外口交通较乱，为咱开始做起。咱若超车，拍一下双黄灯，甲后壁车讲谢谢恁牛花。这风气养成，台湾社会风气也好，也足好诶。我同款吼，题外话。蒋介石 RC 集团是类似次要占领全国，类似哦。RC 不是次要占领全国，是类似次要占领全国的占领集团。蒋介石是啥物集团？战败的战胜国。战败啊，怕输招赢，是因为伊个朋友马吉个麦克阿瑟知名蒋介石，来，因为你娶太太美国人蒋宋美龄，哦，所以你无国籍嘛，所以你美国人，所以你就来啊，帮麦克阿瑟办这个代志，哦，军事占领在美国军事政府下所执行，所以1945年10月1日，美国军事政府 USMG 在台澎地区已经成立了。请你注意哦，1945年10月1日，美国军事政府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在台湾澎湖列岛已经成立了。唔通讲我无看到，所以无遵守。无看到，无代表，无存在哦。大家要记得哦。哦，我头下讲啊，伊只要军队2点钟会当来，
伊就是君主政府占领。经过爱经过美国的同意，无天顶飞机飞过，无经过美国的授权，伊会安怎？甲拍落。船只为台湾海峡过，美国无同意，伊会甲断后沉。所以咱第一岛链，中国的海军经过，美国无动作，就代表迄是公海啊。有什么关系？第一岛链过就过啊，代表中国军队海军过啥公海区域啊？有什么关系？有没有看咧？去中国要来打咱提啊？各位，咱的靠山以上，主要占领控告美国军事政府的，中国敢提无？敢提无？唔敢提呢？所以关键以上，日本天皇的。日本现在全世界武力，美国说他最敬畏、最敬畏的武力的可能最强的国家就是日本。美国跟日本都很先进的，美日安保条约保护的，包括台湾朋友跟南海，所以大家要记得，台湾朋友不会被提起，中国不敢合，较强的国家在地，谁敢去？还有一点，中国高层他们的孩子是谁都送去对读书美国。中国高层有哪个笨蛋把小孩子送去美国，然后宣战小孩子变人质，有没有？你敢吗？占领地人民早就应该成立台湾军队，美国民政府的台湾民政府早就要成立的。结果那时候，有一个叫黄朝勤，他跟麦克阿瑟问，说你是什么人？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海啊，这句话叫海，往日未来台湾人的命运。麦克阿瑟问啊，他说黄朝勤说，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是啊，国家认同错乱，你受日本教育，结果你这样说，你害死所有的日本大人，子子孙孙黄朝勤，你要负最大的责任。哦，同盟国联军从来没有认为1945年10月25号有任何台澎主权过户给中华民国的事实发生。会记得哦，美国从来无认为已经把主权交给中华民国，所以就容易理解的事实是，当时1945年年底，中华民国有两个无同款的新闻。第一，伊是国际所承认的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因为伊阿未流亡，伊是1945年10月12月初开始流亡。伊是台澎地区次要的占领全国，袂当混为一谈哦。国际班这观念我会记得哦。哦，战争多，我头有讲第一点，中华民国当局宣布1945年10月25号叫做台湾光复节，这是违反国际法内底的战争罪。第二点，1946年1月12日，这就是2015年2月27日美国时间，由台湾民政府 Roger Sheslin 跟 Julian T. A. Lin 跟台湾民政府所有 co-worker 做会去告美国，加告上中华民国，这官司延续到今日。哦，大家各位也应该去看官网。哦，书记官，美国的书记官，法院的书记官，他代表三位法官取消了辩论庭，本来3月9号是辩论庭，要直接宣判。哦，你再看台湾民政府的官网，哦，那边有公告。ROC 在1949年12月开始对台湾偏远地区男性实施啥强制征兵的制度，美国。有在伊拉克，把伊拉克的查甫抓去做美军吗？有没有？没有。你怎么可以做？美国你没看到吗？过来，公然抢夺日本台湾国的国产，这国产是谁的国产？大日本帝国台湾总督府的国产，甲人民的土地用一块买。啊，你买卖对无？把你抓去拼掉，无就人间蒸发，拖去新店，
变无名的坟墓，一粒一粒石头，啊，唔知带上，唔知啊，一个一个踩伫个新店的山顶，精密，大家有听过哦？当作中国国民党的疏散甲个财产，这四条拢是战争罪。哦，在1951年的9月7日，召开的旧金山和平条约的会议。条约的会议，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无参加，无去邀请参加的原因是，因为中华民国变流亡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无参加第二次的世界大战，所以这两个无去邀请参加。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伫1952年4月28日，第二条的比款规定，日本政府对台湾放弃啥物管辖权，不是主权哦，主权在谁那里？日本天皇那里，管辖台湾的权力，签约的日本政府，它不是原来的大日本帝国政府。再来记得哦，要做分割哦。这日本政府是麦克阿瑟和平宪法之后的日本政府，他第一任的首相是谁？吉田茂，哦，就是大日本帝国的军需大臣。哦，他改的宪法，也就是政体的改变，管辖权等于管理日本的管辖权是谁？由人民所组成的日本政府。台湾这边呢，由日本台湾人组成台湾民政府。1945年10月25日早就要成立了，为什么还没有成立？50、50、60、10年之后，甚至70年后，50、60、70年后才成立。在拖延他久，所以大家知影，军事政府的占领，未因为合约《旧金山合约》的到期哦生效而结束。哦，《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军事政府不会停止运作。哎，当时军事政府在停止运作，也就是台湾民政府完全取代美国军事政府的时候。美国军事政府的占领才情况才会停止，在哈，这是战争化重要的部分，就是军事政府的运作要等到当地的民政府完全取代为止的时候，军事政府的运作才会停止。这战争化上重要的观念，大家要记有清楚哈。好，23条已经讲啊，美国是日本台湾主要占领权国。第4条 B。主要暂行全国执行范围，就是注明美国军事政府对第二条和第三条领土有处分和支配的权利。哦，这重要一点。哦，21条讲到，中国所受的利益和好处，但是属于日本天皇的台湾平和地区，无在，并非在其中哦。中国安怎摕到好康的？日本天皇的台湾和平和？你袂用个叮当，爱听有无？听有哦。所以台湾朋友的主权有交予中国无？没有。哦，所以重点伫遮吼，这是台湾民政府对台湾地位的声明。你愿意伫台湾民政府的官网可以找到。哦，今天课程到这里，谢谢大家。